首先我们先把配件都解上，这个是负极片，解负极片，负极片，这个是手柄，手柄，然后这边电源线，脚踏开关，脚踏开关，接好之后，确定接好，然后按开机。开机之后进入，然后把手柄接上，扭进，好，然后这里调能量，最高是40，一般我们从最低调起，根据客户的感觉来调，然后按射频开始，然后把这个贴在客户鼻部上，好，现在在发热，微弱的感觉，结束之后就关机。